粤语大安旨意是指人对一件事过分放心，属于一种消极状态，带有一点贬义。翻工放工起身瞓觉，巴士地铁食饭排到。翻工放工起身瞓觉，巴士地铁食饭排到。啊 ，boring。No， 系 interesting 啊，惊心动魄，吓到你心都嚟一嚟。小确幸，甜甜蜜蜜，感动到流眼泪，激到爆血管，我岂有此理啊！咁先系生活常态，咁先系港女日常 ，Hong Kong Girl。喂，你好啊，我想约时间咧上嚟试兄弟同埋姊妹衫啊。截咗单啦、啊，咁快截单？我仲有两个几月先结婚、啊，下半年好多人结婚啊。咁加钱得唔得啊？你加几多钱我都做唔切噶，小姐。哦，好啦，唔该。喂，系我姓苏噶，我想问咧，收唔收到我头先 send 过嚟个档案啊？教堂 invitation card 啊？系苏小姐你好啊，我哋啱啱收到啦呢边，不过咧个 size 就唔系好啱，档案四边咧都仲争3mm 出血位、啊。吓、啊？出血位？咩叫出血位？咁即系点啊？或者我复翻你听啦，尺寸咧系需要133mm 乘以184mm 嘅，啊，唔知苏小姐你明唔明咧？应该明嘅。咁或者你尽快改啦，改好咗咧就 email 俾我哋。不过咧要提一提你啦，要快啲啦。如果迟多几日咧，就印唔切噶啦。即刻坐标，对日历，距离逼地，仲有时间，仲有少少时间噶咋？我认今次系大安旨意咗，不过我都唔系好消极啫。边有讲得咁贬义、啊？咁我以为同色同款同一块布，大中细三个码，一个月前点都做起啦。咁我谂住自己做埋设计，印百零张贴，三个礼拜点都印好啦。唉，所以话重要嘅日子就千祈唔好有咁多。我以为啊，我谂住啊，我觉得啊，更加唔好大安旨意，觉得应该唔会啩，就系、是、会咯。逼地前冇嘢系冇可能，唔信？以下落嚟为一对准新人带嚟既精彩并且吓到你心都嚟一嚟嘅 surprise。早晨，梁友轩，有咩帮到你？你好啊，我 book 咗酒席，想约翻下个月20号两家人过嚟试菜嘅。贵姓？电话几号？帮你 check 翻张单。我姓苏嘅，电话系6641-6452。好，请等。苏小姐，系统里边见唔到你张单、啊。见唔到？下个月11号、啊，喂，12为酒席，11点入席、啊。嗰日10点到11点有人包咗场咯、啊。边位同事跟你张单嘅呢？梁小姐跟我张单嘅，包场点会咁啊？酒席咧去咗边啊？真系系统里边见唔到、啊，唔好意思。嗱，你唔好啊！你唔好退订俾我啊！双倍、三倍我都唔要啊！你变魔术都要变翻12围台俾我啊！都话噶啦，吓到心都嚟一嚟。幸好虚惊一场，若然嗰12围真系凭空消失咗，唔怕，我哋就唯有行 Plan B， 暴东张。幸美啊，你一定要为我哋两公婆讨回公道啊！我测试专员吴幸美会为大家揭示隐藏危机，留意东张西望。2008年，心美开咗佢第一个 talk show《The Show Must Go Wrong》，主题曲有句歌词咁讲：惊险到渣都冇，日日系场大 show， 一话开 show， 哎呀，我就作搞肚。
我成日迎住结婚嗰日，自己会紧张到搞肚痛，好似细个读书，每次考新数学都出事噶。我牛不识，点样算？有咩点算啫？一系忍，一系就秒冲厕所。之但系大婚当日点搞啊？唔通举手同牧师讲？牧师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人有三急，可唔可以等阵先啊？等阵梗系唔得啦！祈祷祈祷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条肠，求你保守埋我老公条肠啊！阿门。我奉劝一班好兴奋、好开心，正系喺度同班姊妹谂紧点样玩自己未来老公嘅准新娘子们，要玩来日方长。当日谨记适可而止啊！24味扣士奶、扣益力多、再扣可乐、加冰呢啲咁健康嘅饮品，就留翻结完婚先慢慢品尝啦。学 wedding planner 话斋，嗰朝早时间真系好 tight 噶咋，系咁要玩一两个游戏，意思意思咪算咯。都是那句，要玩来日方长。一位前辈曾经跟我说过，每次完了一个大 show， 他和团队都不会 review， 完了就完了，没有必要整班人坐在一起玩问责。你猜出事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衰了什么，就离不开那几样东西， overrun，搞错次序，食螺丝，未对好稿 ，Q 错人。所以，与其问责，不如庆功。The show must go on. The show 已经完咗噶啦。完美嘅婚礼唔系跟足晒成个 rundown， 唔系提前 KO 晒份 to do list， 更加唔系一切掌握在手里。容许出错做漏嘢。容许惊心动魄的小插曲，容许两个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小争执。结婚就梗系冇 take two， 结婚都冇得经一事长一智，你只能够分享经验。点可能会有一个复制贴上的婚礼呢？有啲福点都要自己亲身种下噶啦。有些惊吓位，就算提前告诉你，要来的始终都要来。 So It i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. It i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. Oh we know. It i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.咪住，兄弟姊妹三呢，要找过第二间啊！120张喜帖啦，入唔切啊！我的妈呀 ！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。